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是会见到些什么呢？不是耶稣基督，亦不是观世音菩萨，他们见到的是天花板。他们不断痛苦呻吟，全身都插满晒后，同一个木乃伊冇分别。佢哋所听到嘅嘢就系身边嘅人喺度不断哭泣，母亲人嘅仲更加惨。时间过得好难过，每一分每一秒，好似静止不动咁样。突然间发现房间里一啲空气都冇，好难唞到气，个心跳越嚟越慢，成身都抽筋。忽然间眼前一黑，人生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。你说做人做得几快呢？